将啤酒罐推到指定区域就得分，啊被撞掉了就没分哦。我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哎，我一次撞进两个。这个人是来闹的吗？我们还要再挤一瓶哦，因为现在整瓶在里面的7-7，我们其实没有赢，真的。计分机制这边讲一下。还有计分机制。哎呦。每周日晚间8点，饥饿游戏。